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和 Twitch。我们现在游玩的游戏是《侠之道》第二年的剧情，然后我们打完詹师爷之后，我们马上回到下一个，然后继续培养自己的能力。那我们先找囊飞皇出游，因为他友好度怎么变那么低啊？有酒吗？送他酒。出游，当归人参红花，哎，在我看来，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，怎么分得出来啊？那我们接练舞吧。哎，易姑娘，听你这么讲解一番，我好像更能理解他们的差异了。之后，与囊飞皇采摘了一些药草，并试着依循简单的单方来炼制丹药。易姑娘，哎，早啊！许久未见，瞧你这般样子，似乎在入阁前也发生不少事情。我有这段时间啊，也构思一些新招。易姑娘，可要与我到练武场上对上几招？嘿呀，走，还不躺下？嗯，今天练武场正方热闹，这呼喝声听得我的手都痒。易姑娘，走吧，快去瞧瞧。人，接着我这招还能站着的，哈哈。嗯，下一个，就你了。那个怀疑的眼神是啥个意思？看来不比划比划，你是不是天高地厚？我说小妹啊，这几个看来不是农家弟子，有些乡村农野夫，练的也是庄稼功夫，几把他们可有何用？既起不到磨练之效，也无成就可言。姐。你就不懂了，要早早那么知道谁是老大才行，不然岂非醉了北燕卫的威名？我就不知你何时如此在意北燕卫的威名了。嗯，哎呦，原来是新入阁弟子嘛，哎，太好了太好了，看来今年又有不少喜欢切磋的人呢、啊。正巧我有些新招想试试手，下一个我来吧。等等，不好意思。咱家小妹已经鏖战多了，这场就由我接一下。这岂不是来个有趣的小子吗？不不不，哥，这我来吧。你两位是嘲讽人家？我们是……哎，你这女玩意看来也不错，一起上吧。要聊天，打完再说。二打一，旁边那位大哥不下场吗？哥，听到没？他们可要挑战你啊！这就不用了。可爱后进弟子们要求你，怎么舍得拒绝呢？不过你可别瞧我哥斯斯文文，那下手比武重上许多，比武时可要当心了。这我可求之不得。哎，好吧，师弟妹可注意了。来吧，让我瞧瞧现在阁中弟子的实力。真是的，我靠，两千是怎样？打死一个！哇，他们的魄力一定要这么威猛吗？两个。在正中间打他会不太好。好，安息，等一下哦。闪掉，集成力哦。没有啊，他没有说他弄集成力啊。哦，他手下留情哦。减598跟676。哈哈哈哈。合理吧，他不捡我怎么打得赢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属性啊？木属性。
木属性。好，毕竟暴击已经惨了你。295。啥？还给我反击？加回去跟我秒杀啊，跟师傅一样啊。哦，这是有趣，当心呢、啊。哎、欸，还要放水了吗？我们是师弟妹，现在要对我们手下留情了。好痛哦，还是很痛。反击力也太高了吧！背起是最强的，没错。啊，还反击！啊！我这种，哎，别难过，方世仁在我这杆染满蓝军之血的枪下支撑那么久，就已经出乎我意料之外了。我记住你们了，说吧，你们叫啥名字？我是蓝飞黄，这场打得很尽兴。我姓易，名天鼎。易天鼎啊，好，我染上光巡。北燕卫，同时于两年前入小岭阁修业，也算是你们的师姐吧。至于这位，北燕卫上官兰，见过两位。我大哥啊，也在小岭阁修业过呢，算是你们的大师兄。北燕卫啊，这两位感觉跟阁中那几个也是北燕卫的弟子，好像差之甚远呢。你这无礼之徒在说什么混话？我们上来接了北燕卫领军大将。大将是本家上官家的人呢，我是上官鼎，乃上官家家主，当朝燕国公上官玄之女。我大哥是现任都督弘之，大姐则是都督检视。你这人怎么拿我跟同类招募进来的那些歪瓜裂枣相谈并论？小妹可以停了。北燕军事由上至下，无论姓氏出身。为国之心，皆是一样值得敬佩的。同样言论，我不希望再听到第二次。是大哥，燕国公，嘟嘟来嘟嘟去的，完全听不懂是什么。你这，大妹，我的后还有任务，该先启程回京了。哦，又要出塞找忙的吗？非也，这只是轮值守兵罢了。毕竟我也肩负轮值大命，轮值。大妹你的部分呢？谢谢你啊，大哥。你也知道，手边这等无聊事，我可是受不了的。你这盯着皇上吹拂，都要显得出蛋来。哼，我知道了，就让你在外继续爷爷的时间吧，别惹出麻烦就行。我先走了。大哥，祝五运昌隆。大哥，路上小心。至于两位，都是好苗子，只是欠缺实战罢了。莫非此次为小影阁，我就想引荐你们入北燕卫了。之后你们若要外出行侠仗义，叫吴医生，我很看好你们。小妹，打够了吧？我还得带你介绍阁中环境了，走吧。这女娃儿脾气可真大，不过这场打得可真当真畅快淋漓。上官家是吧？不愧是身具实战经历的师兄师姐。我这几招变招方式才第一次使出来，就接招破解，不然你又逃不逃好呢？哈，这可不是气呢，这代表还有进步空间。冷静想一个，真的太好了。哇，我是选错了。好，我要回弟子房好好分析一番这场比试，走吧。朝廷兵器畅想。哦，啊，来了，东西给我带来了，
看看姐瞧瞧。哦，这爪子，想不到机关兵还要用这种兵器。这做工一看就不是韩国里团打那些刀枪人比的、啊。嘿，只见张龙一把将铁爪残骸扔进炉中，老友欣慰地观察炉内燃烧的状况。不出所料，里头肯定会混了什么其他东西。在维持铁爪的锋锐的同时，也得确保它不轻易碎裂断折。从放在炉里的火焰反应来看，该是铁材表层附上了虫食粉后烧嫩淬火而成。有点意思，给机关兵用的兵器都这般精心锻制，难不成也是天机阁的技法之一？啊，小天灵，哈哈，抱歉了，一不小心把你晾到旁边了。今天真谢谢你啊，让我看到这么有趣的东西。毕竟是朝廷的新任务兵器嘛，姐这山野村过的可不天天能见上，你说是不是？对了，我也好好答谢你，我留你一件东西吧。不错，你肯定用得上。拿去，这我前几天试着打出来的，工序有一些繁杂，还在想怎么加快工时，摆上架卖呢。哦，拿到装备了，这口就让你先抢先穿上，之后这假如什么地方该补强，姐也可以提早知道。啊，不是，姐是说减轻重量，穿得更舒服之类的，防护力啊，你尽管放心。今晚多关顾，新进弟子要多介绍啊。多替姐介绍下，姐的生意就靠你们了。原来是拿装备的行程啊，东西带来了。不错，这雕龙画凤的品味，这是他的手笔。画师水吗？亏他想得到。不过选用流体做武装，一旦管线被切断，这机关便无用武之地，终究是劣等之作。长豪还没叫你回去。好凶啊，好凶。我要站多久？我要站多久？他说要送我装备，看好。去除管线，缩减体积，改用沙尘石灰，暗藏于袖，用处更大。拿好了，我用不着。这么有趣的玩具怎能喷啊？沙尘石灰岂不可惜了？飞雪的戏剧图是不是也有换啊？看起来不太一样了。小天灵，姐姐我这啊，刚好有些精心调制过的毒粉儿。一旦沾上这毒粉儿，诸般你的难受的病症都可能发作，发准那外头的小坏蛋服服帖帖。放心放心，这点剂量可还死不了呢。来，姐姐把这调制的方法也一并教你。对，在哪？爱喷什么随你的便，没事便赶紧回去练武，别在这劳我千金。狐狸精。你也是，嘿嘿，穆大哥，你也做个这般精诚的玩具送我如何？说笑嘛，比起这些无趣的木头，你手上该是有更多能够自得其乐的玩具才是。哎呀，真是可惜，看来我只好如你所愿，自己再去找些乐子呢。走吧，小天灵，您不吃不他又要发一整天的呆了。我们才刚录的，马上就宣布生教题目吗？今年的考教是不是特别早举办？是啊，而且人生比就是早一个月有余，这不明白考教的时辰怎么决定的？
谛听。哦，新角色。嗯，光头和尚，你该不会因为紧张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吧？还有，你自从入阁以来，都没和本姑娘打过招呼，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。和尚啊，只要你现在称本姑娘一声上官大小姐，本姑娘就在考教中对你手下留情，如何？上官同在，考教之中众人平等，你不必对小镇手下留情，更何况也不需要。你的刀法虽然霸道，但出招时终入破绽境界，与小镇对招，上官同在，你没有胜算。你说什么？何况灵心看待诸事，则万念不成，心无波澜。面对考教，小镇并不紧张。上官同参对参加考教感到心神不适，可与小镇一同默念佛语，将有助安定心神，不受烦恼。停一下，光头和尚，听你这番话才会令本姑娘感到不适，那不让他闭嘴。哈哈，今天果然是公布春娇停的日子，顺道来一趟广场，还真来对了。真是的，明明是师弟妹的春娇，南大哥还想跑来凑热闹，因为实在好奇师弟妹会拿到什么样的题目嘛。哎，师弟妹知道参加春娇，不知道多少人会留下来呢？我想当初咱们为了准备春娇，可是战战兢兢练了三个月的武艺和基本功啊。是啊，不过今年春教却是早了一个月举行，我记得是在三月上旬举办，所以南大哥才会觉得没过多少时日吧。诶，师弟妹的春教是三月上旬，咱们春教是四月初，当真早了一个月。要不会看咱们资质平庸，才会觉得让咱们多准备一个月啊，有种被小瞧的感觉啊。这阁中师傅应该不会以此为标准决定春娇的时辰才是。哎，好了，大家都安静下来，三人我就公布今年的春娇题目了。正是老鼠又要出远门，姓段的又有要事，春娇的事务还不是落到三人我头上。哦，今年是道恒师傅主办的，不论是谁主办，肯定都是要 互相抢护符的吧。嗯，好了，在场每一个人都还领取彻骨护符，一人拿一枚，可别多拿或少拿。哎，一姑娘，咱们就先偷跑到彻骨拳，看那师弟们互相拼斗的情况吧。那一定非常……咦，一人一枚，不是一组一枚吗？因为今年淘汰赛规则不同。淘汰赛太麻烦了，今年不办。什么？今年春娇的规则为五人一组，每一组都要出外执行一项格外且差遣，且需要在一旬之内完成。待完成差遣，再前往彻骨泉饮下泉水，接着就自己回到阁中，这样明白吗？道恒师傅，通过春娇的条件是……对了，还有这回事。嗯，今年有四个组别，那么就拿最先回阁的三个组别通过吧。最后回阁的组别，也就是那五人，将直接淘汰。好了，有疑问吗？只有一组会被淘汰啊，不必互相厮杀，看来今年的考校很容易啊。没有疑问，很好。三人我最终有这种不提问的弟子。姓易的，又是你，你就不必参加春教，不许你发问。原来不许人发问啊，道文师傅真严苛。哦，好险我没问，不然就挨骂了。接下来将以抽签的方式选定组别，接着各组组长再来抽取差遣题目。什么？不是自己选择成员吗？嗯，往后执行差遣时，同行的伙伴并非总是自己决定，随着和不同的人培养默契也很重要。可是弟子……好的，还有问题等抽完签再说，别慢吞吞的，全都上前。好好认识同行的伙伴吧，你会一同执行差遣，我是毫无默契，可是拖慢进度了。本姑娘最不想同组的人就是你，光头和尚。而且为何是你当组长？明明本姑娘还是更合适的人选。上官同参，一切皆是牵运使然，莫要气急攻心，如此将伤心劳神，影响考教与差遣队形遂行。听你讲话头都疼，拜托你闭嘴。
哦，我是新角色，好可爱哦。聊三零，哎，原来我是组长吗？大家要是受伤，就放心交给幺三零来医治吧。我保证各位可以毫无伤病的回到阁中。地官，哦，该不是地厅的师弟吧？这劳烦姚同参了。哦，这位高僧，你说话有气无力，这是中气虚寒之兆，就先让我开个铁药给你补补身子。哎，不必啊，小僧不爱喝药。哦，一脸杂鱼脸。啊，是我当组长啊，我能做好吗？啊，何师弟，原来是组长啊。是啊，但是我扯大家后腿，说不定会带大家被淘汰。没想到这，我就……何师弟，不必担心是否能够做好，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。经过一年努力的你，一定可以的。你刚不是去年被淘汰的那一位吗？我早忘记你是谁了。张师姐，易师姐，好，我会努力通过春娇，成为你们的师弟的。这位乌藤姑娘，还有季兄和大家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哼，不需要你说，我会通过春娇成为下一个弟子。那萧姑娘爱慕我，你们别扯后腿啊。乌人图雅，嗯，尽力。都认识完了吧？那么各组组长都在确认自己的差遣题目吧。那个什么的，你先来。是，我会帮道恒师傅送货。我姚三林会带着组员到三峡村协助那边的村民整顿村中事务。我会带组员前往浩林峰视察山里是否野兽和匪贼出没，并回报状况。小镇与诸位同参会前往南昌城调查窃案之始末。哼。嗯，这几天差遣地点皆相距不远，各组没准会破伤面，若发生状况，彼此照应一下，明白吗？另外，最近百草族差事都没人来应征，在三人这里帮忙梳理药材可是有好处的。毕竟医术是你们实力操作才会增进的学问，绝对不是因为希望有人做我不想做的事，懂了吗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有空来百草族找我报名差事。好了好了，没事就都回宿舍去吧。是。师弟妹在各组组长带领之下，浩浩荡荡的回宿舍去了。这时，有一人对此规则颇为不满。谁啊？唉，我期待已久的护符争夺赛现在不比了。要不道恒师傅如此懒散，我就可以。你就可以怎么样？我就可以去彻谷去看一场精彩的好。哎，道恒师傅，别闷不吭声到人后啊！怒眉最亏心事，还怕人一声不吭的臭劲？怎么，你对今年的规则有什么不满吗？这弟子以为啊，没有猪队比拼武艺，难以分辨武者的素质优劣。况且师弟妹历练尚浅，被他们独自行走江湖，怎么会有意外？嗯，你的担忧十分合理，因此三人会有相关的事物交办给你们。嗯？相关的事物可以不要吗？弟子还想练武。三月上旬，春教当天，你们都来未名楼，至于是什么事，就到时再说吧。我有不好的预感。看来道恒要招办新的差遣，在三月上旬之前努力锻炼吧。不过道恒是有梳理药材的差事需要帮忙，之后若有空闲，就去百草庐看看吧。意思们，新一届的下一个擂台赛要公布规则，有没有兴趣一同听听啊？不过这是主办的江师弟、向师弟，他们指定要我帮忙主持。啊，刚好可以在台上观战，站在台上观看你们战斗，真的特别亮眼，你们很有默契呢。我也很好奇啊，如果一直没参加擂台赛，会想同谁上场？太棒了，我们出发吧！来到会场，发现今年参与盛会的小影阁弟子众多。哇，今年大家这么踊跃啊！哎呀，可惜一定口条了。哎，去年擂台赛真精彩，难怪这次来那么多。你也是被上一届擂台赛吸引来吗？上一届的擂台赛真是精彩，尤其那个转换攻体的师妹，三两下解决对手了。不好意思，妹，刚才讲的人是你，
这只关龙感觉他们在装着看你的。咦，那不是谛听师弟吗？他一个人耶，一个人不行吗？我们去看看他，或许他对擂台赛也有兴趣。谛听师弟，你怎么也在这啊？你对擂台赛有感兴趣吗？五师兄、一师姐，小僧听闻阁中有此盛会，欲知其盛会内容，今有此意。所以你不打算参加擂台赛喽？真可惜，这是一次不错的切磋机会呢。天哪，这个龟子会遇到这讨厌鬼，这恼人，光是看到他就满肚子火。臭和尚，拜托你不要全程不要讲话，我是来找一天你的。你，我听说你身手不错，又可以转换宫廷艺能，你要不要跟着我们上官家一同赢个大赛？上官同参，故兄内行，为之外求，希望祸福则无有，事处心境则神灵。天哪，你不是这样别说话的吗？观自在菩萨心生波罗蜜多时，造现无蕴皆空，皆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彻不异空，空。臭和尚，你自己在跟外面说些什么啊？无苦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一无所有得度，菩提萨埵，一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。上官同参，同小僧复练心境，方可凝神息躁。哇哈，你对我有一发不可收拾。冤家路窄，真是令人尴尬啊。意思没，不然我们先去大会听规则吧。我听说这次规则与去年又不太一样了。江宏波的戏剧图也不一样。嗨，欢迎大家的莅临，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对新一届的侠影阁擂台赛有着高度的兴趣，对吧？那听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公布本次的比赛规则。这是不同以往的事，我们希望师兄姐能与新入阁的侠影阁弟子一同切磋，切实促进大家的互动。另外，来此是为了教学相长的，希望除了摒除门派偏见，也能摒除年纪的隔阂。所以这是以师弟妹、师长姐混兵的方式进行。擂台赛相关的细部规则也会张贴到布告的，再请有兴趣的挑战者前去看看。哇，这样我们就有同组了呀！我们去看看林师妹、弟弟师弟有没有意愿参加好了，不然不相识嘛。臭和尚，这是因为你害我没听到擂台赛规则。相关同参，小镇始终慈善同饮交流，希望借此感到感化作用，何来害人之处？谛听，就是你在欺负我妹妹吗？这样哭哭啼啼来找我，说人是从没被这样羞辱过。谢谢你。好了好了，我们都先冷静下来。刚刚大会公布，这次没有年龄限制，新旧的弟子皆可混编。谛听师弟、林师妹，你们可以试着组队看看。是不现在是不打不相识，场上搞不好反而很有默契。小镇谢过师兄，不过小镇只想哭得五根清净。要我跟这光头和尚组队，根本是要我的命，这不可能的。我是不是要跟这臭和尚场上决斗一轮？你们废话别说了，到底支持谁？哎呀，怎样，很不甘愿吗？四项点，要请你给足你面子呢。哼。那我跟弟兄师弟同组。你说什么？林师妹，已经听我说，我们刚才就讨论过，大会这次希望各年级弟子能有所交流。我们也希望自身一人弟兄可以参赛，并不是要偏袒任何一方。讲那么多废话干嘛？就是想帮光头凑合上嘛。没关系，我们擂台上见，再会。小镇再次谢过两位的结尾。没事啊，你也知道了，林师妹比较，以下次还是不要他念佛语的好。林师妹，尤其好好努力了，林师妹交给你了，我们擂台上见。一早，练武场天气晴。林师妹，你来晨练啊？今天要练拳还是练腿？还是咱们一同扎马步？抱歉，那师妹自便吧。平日这时辰练武场人不多，我有点过于兴奋。
哦，你这是几个机关人吗？这是我和木师傅那进来的，准备拿来锻炼我的抗击打能力呢。不过木师傅是不是又给机关人升级了？这控制机关强的好像不太一样。啊，应该是这奔吧。好，这样就搞定了。又要开打了。刚才咱们又弄错了什么？青木师傅说，这几个对练的机关人是会击退人的进阶机种，这让我难以有点难以接近啊。那个师妹，可以跟咱一道制服机关人吗？他们的控制机关在背后，从后方打击他们，应该可以更快他们停止运行。我会从旁守护你的，尽管上吧，但也不要离咱们太远了。咋打？好了，这样应该就行了。日本你没事吧？虽然这只是对练的机关的，但被打到还是挺痛的吧？哎，这就对了，这样才有锻炼的效果啊。不过咱们对这些技巧的机关啊没辙，虽然跟木师傅跟我讲过很多次，就算记得操作流程，看咱这大手掌也是时常不小心操作错误啊。幸亏这次有你在，不然咱可担心将这个机关的弄坏，木师傅可就不准借我了。日本稍等。让我收拾一下机关的。好，收拾好了。对了，师妹，这格中修业迈入第二年，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格外派遣吧？格外派遣可不是入格第一年那样的小打小闹啊！到时候要面对的是凶狠的山贼、盗匪，更是杀手刺客。且任务的地点会逐渐远离下一个周遭，到时候也不会有师长在旁了。师妹可要把握。说的没错，只要持续扎马步，就可以只要持续锻炼，那定是可行的。不过身为师兄，咱还是有点担心。不如这样吧，经过派遣有效的时候，随时喊我一声，咱定会往前好好守护你们的。哎呀，锻炼完真的特别容易饿，师妹，咱们先去食堂那填肚子啊。啊，我这也可以加油啊！花惹，哎呀，玉天师女，师妹啊，你在不在啊？我本来是白茶炉拿之前道恒师傅炼的药，可突然有急事去不成啦。若师妹有空，便替我去白茶炉拿药吧。这回事等咱回来，请你吃顿饭，拜托师妹了。昨晚和师傅说第五来的，定会知道是哪个药了。阿林可真粗心。李卡兄提醒过来寄个饭盒，啊，是你啊？哎，阿里那女娲二说要出格采药，就忘了带上饭盒，这下伤得我怎么向那母大虫交代？啊，什么母大虫？我才没说过这种话，我是在说王大娘的饭盒，把我都掏干净点，才听得说话。可怜阿里那女娲擅长采药，却没得吃饭。这下都是饿着了，昏去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罢了罢了，管我莫想这麻烦，你把这饭盒烧给阿里，注意别傻子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墨迹，快把饭盒送过去。吴老三到午后云雾缭绕。若照着道魂师傅所言，萧师姐应该在附近采药才是。我该按下空白键了。不行啊，大哥，咱们撤吧。不行，靠墙那破球，咱们可撑不过这冬天。不抓几个女儿给达官显贵，咱们哪来的钱？快把那玩意用上，免说这个女娲再动兄弟俩饿肚子。可是压在夫人这里给咱们的，就要飞在这丫头身上。好吧，看招。啥？这年女娲从那冒了出来的？天女师妹，你为何在这里？范，这时候别开玩笑了，让我瞧瞧你的手。创口流出脓般的液体，火辣辣的疼痛带着瘙痒感，仿佛正被烧灼着。竟敢坏我好事，也罢，就连这野丫头一同抓了。找出下毒者。
果然，那化成天庭师妹的，应是一种奇毒，将毒母云乱封，攻击后百毒便会入侵体内，侵蚀骨肉，使中毒者致伤口溃烂，竟不会钱财，不惜使用这种东西。天庭师妹，此毒雷百毒之精髓，凶猛甚人，但既作毒，未免致伤，这才应该要解毒的。我先替你做应急处置，但首要之急，你是尽快找到始作俑者，找到解毒药。你应该要观察敌人使用何种武器攻击，毒以刃为媒介，用来使毒加剧，武器定会再次出效。观察对方使用何种武器，便能知晓下毒者为何人。刃哦 ，OK， 中毒。仔细看，还是挺水灵的姑娘，连她一起抓了，咱们就不用再抢着那双寒酸臭狗球过日子了。不过是连你挖一下才英雄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天庭师妹，你们休想！里面之前说听见怒火声，是想从未听过那人如此生气的声音。天庭师妹，天庭，你听见我说话吗？天庭师妹，天庭师妹，你可终于醒了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？师妹，先别坐起，你中毒不浅，上去好好歇息。都这种时候，就别这么说了。就我身受剧毒，还同我一起战斗，怎么是后腿呢？真对不住，那我医术更好，我当初挡下那暗器，师妹就不会受此毒之苦了。此生若非师妹体质优异，怕是一时失足千古恨。这般危险的事，莫要再做了。总之，天庭师妹现在不宜移动，先好好躺在这里休息吧。若非天庭师妹单凭我中此毒，是否能够独自逃脱，也未可知。天庭师妹，谢谢您此番相助。未来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，天庭师妹无需顾虑，尽管来找我。虽说武学可能不及其他同门，但是药理也算略知一二，我定会倾尽相助。师妹好好休息，师妹好好休息，待你身体恢复些，我们再一同下山便可。哇，交情点可以好友了。你们可知自己就算就做什么吗？做了什么？你这女娃眼睛可真不精明，上班要做你和那个女娃卖个高价。你无药可救。这些山贼意外的棘手，看来是会喝一点武功，不过如此而已。小女娃就乖乖躺着看我收拾女娃吧。听着吧。罢了，不过贱民一条。天庭师妹，那山贼怀中应该带有一个清香的药丸，赶快找找。沉重的四肢像是解绑似的，一马一扫为空。伤口虽然仍旧疼痛，就不再有蒸汽冲撞烦乱之感。天庭师妹，太好了，如此毒便缓解多了，便可稍微安心些了。但即便如此，天庭师妹身上仍残留着的毒素，切不可再继续勉强自身。哼，不过解的毒而已，别以为自己能占上风，只要束手就擒，身上还能少挨几个窟窿。啊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我没有看错。可恶啊！这两个女娃好真厉害，下次再见到你们可没这么好运啊！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受伤的口子很快被穿成布料紧实裹住，磨成泥的药草冰凉正好，缓起了伤口热辣辣的疼。萧师姐细心照顾下，一刻钟过后，手便不再如方才疼痛，两人便同坐在山道旁稍事歇息。首先，天庭师妹平时身强体健，假如这毒无法侵蚀身体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接下来只要师妹每日定期换药，好生歇息，不思数旬，便可痊愈。
至于那三仔，说是吃了这亏，因暂时不会生乱，但预防万一，我会将此事禀告给师父们。以及天野师妹，你可知那毒有多强劲？幸亏海月略懂药理，这毒若有……哦，臭 Siri， 吓我大跳，吓死我了！这帮贸然冲出，你可有想过后果？便是如此，那不是天尼师妹的体质优异，此刻可能你与我面对而坐都不可能。这帮莽撞，你可知自己可能陷入多大的危险？但若非天尼师妹及时相助，方便我一人，一中此毒，是我能安然脱身亦未可知。本以为只是普通盗匪，稍加注意便可，没想到他们竟然会使用剧毒，都怪我这般大意。天尼师妹，谢谢你此番相助。以后若有需要我的地方，天野师妹无需顾虑，尽管找我便是，我定尽我所能相助。好，这边都一样。哎，对了，天野师妹为何来此处找我？咦，饭盒洒落一地。对了，似乎还忘了什么事。罢了，若想不起来，这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吧？